可以都可以，他要动图下线就可以。这可以两个人打，哎、啊，我们两个可以重复加入战局哦。这个战局我不会开。被解禁了。主任，等下陪我挂一下，要不要？可以吗？我叫他。我阿珍，阿珍教我。教你什么？对啊。我可以陪我挂一下吗？教我陪我打。打什么？我又不会。需要等级。Yeah. 我只会打圣城战而已，没差，有钱赚就好了。这一定是拿枪射。小三要999，又挂机啊！挂机有钱的、啊，就赚经验值跟钱的。为什么叫挂机？有可以赚经验值啊，提高钱也有啊，然后主要是升级啊。那为什么你不拿东西？重新的、哦，对啊，这前世还没有拿、啊。哦，旁边的听到了，电脑那么聪明，他会听到。对不对？哎，那个俘虏都来了。Do not get distracted by the view. If you fall, I did not bring hose to wash you off the rocks. 哎，难道不来气？老表是我。还有一个门禁卡。刚那场比较衰吧。嗯。刚那场。光门禁卡就搞了多久才捡到的？对啊，他门禁卡捡到是要靠运气，那随机掉的、啊，要捡两张，要捡两张啊！而且那个谁，主任还请，还叫我们等一下，嗯。哎、欸，主任边玩边回手机。跳一个，哎、欸，他掉了，这是门禁卡。有，这是门禁卡。
这次比较顺利吧。好，两张了。哎、欸，怎么还是一张而已？没事啊，为什么？还是一张而已、欸。自己只有捡到一张吗？对啊，该那个可不是门禁卡。那边有个人，有没有捡到？哦，捡到，捡到，共两个，有了。可以去，可以拿黄金的。看主任玩这个很熟门熟路。嗯，哎，我好。Do you remember the keypad we saw on the CCTV? It's in the office. You might be a lead. Perfect. 我没办法拿画。画，画就没办法拿。超过画好像占一半的样子。跟黄金优先吧。那我那边拿。你那个，你去拿那个谁去拿画？我吗？对啊，你去拿画，因为我没办法拿。他那个画拿了，好像就占一半。哎，可是那个画不值钱的，不是吗？哎，主任不是说全拿吗？画要拿吗，主任？黄金在这里，那画最后。画要拿。画在哪？旁边。这边。好，我要拿。那我先到外面去。Come down, baby. Come down. There's always time for some last minute shopping before takeoff. 干，这里好像迷宫嘞。对啊。哎，等我走几次才会熟了。It would be a crime to leave it behind. 那前面还有那个黄金啊，先去拿黄金走走。哦，现在里面很空了。啊！我要袋子还可以装。你不要抢这个。好，我满了。
我还可以，我还可以。你还装备？哦，我还很多哎、欸。Pero anda por aquí. Pregúntenle. Voy a con Jin. Voy, hay yo. Oh, 前面前面里面有一个人，主任干掉了。我大概还可以装这个一个东西。哎，要拿现金吗？我还可以装现金。啊、哦，我拿现金的。如果要的话，拿。如果要拿的话，就可以用枪指这边表示说要拿。啊，主任，可以用枪指这边就表示说。嗯。OK， 还有空间。哎呦。还有空间。还有谁背包可以的？看有人走过来，吓我一跳。我们就是死在这里的，还记得吗？嗯，不要出报警报啊！哪里跌倒，哪里站起来、啊。板子，板子好，好的。都买了吧？应该都买了。我还可以拿。哦，你还有啊？哎、欸，高满，都满了吗？满了，对，都满了，满了，高满，高满，快跑了啦！刚好高满，不要出报警报了、啊。到大门，跟着主人跑，跟着主人跑。大门在哪里？就有一个黄色的那个吧。骑车跳海，骑不了车就用跑的。我不坐船比较快吗？警卫，这是北西耶，北在旁边的。是黄色那个大门那边吗？走错路了。跑哦。踩点 go 为什么你的角色一直在站这里，你跟他讲什么？OK， 赶快跑，对啊，绕跑。看几个人一直在那边踹门，然后都不会按门开门开关。主任说跟他一起。好。跟他后面。好，跟他后面。跟着主任跑。跑起来，快点，跑。等一下，主任的。帮我装垃圾。
从很从那个。要开吉普车，对。要开的那台吉普车。上车！快跑！快跑！哎，为什么上去？从另外一边。我也跟位置。小三用骑车的啦。骑车。快跑起来！我上不去。旁边有机车吗？那边前面，你的前面，你前面有摩托。有哦。那个谁？主任跟着主任，开车跟着主任。看这台吉普车只能载三个。这吉普有点绕赛了。要跳好了！不要死了！别冲！跟着冲啊！快冲到海边！冲！跳海！靠！不要紧张！干你！直升机来了啦！冲腰！不要紧张，好不好？大哥，牵水！快掉下去！牵水！刚为什么潜不了水？按 R1 啊！R1。吓死我了！刺激啊！有，刚才有很刺激吗？吓死我了！干！如果刚刚死的话，就真的很干。就白白爽啊！刚刚死的那个超干的，重打啊！有啊，不是说有，昨天还讲说有一个新人，在潜艇上被，在游艇上被射死，然后他就断线。真的假的？对啊。所以你们知道刚才谁开车吗？不是我。我好像还没逃出去啊。一直游啊，一直往前游啊。狂游了，为什么？我已经潜了，阿珍死了，我死了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死了 ？bug 啊！我不去，我怎么逃啊？那我还在逃，怎么还没有好？手超酸的。我要怎么逃？死一个人的话，钱就少了。你们都逃出去了？快出去啊！根本就不可能逃出去。刚才又死一个哦！我没有死啊！哦，我还在游啊！不知道怎么逃。可是我看他为什么钱会变一直少？我有看到小三啊，可是你还有在游吗？你有看到我吗？小三，你有看到我吗？不是，我们都是坐从左边走，然后等到底是怎样？等那个船来，然后把人射死。过了，可是卡住了。过了，因为阿珍 bug 被 bug 带走了。司机哦，真行！只有三个回来的。刚刚开车的很厉害。开车的真的把我吓到了。这样才有，我跟你讲，这样才有玩 GTA 的刺激的感觉。被害死了。我还不如自己开摩托车，72万，还 OK 啦，还行呢。
少七十万，如果都过的话，如果大家都过的话，就140万。那，对啊，到底是谁？不是啊，不是我的，我刚阿森开的，我开车不知道，但不是我、啊。